You can't catch me, Sharky.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our channel. Have fun! Bye. 小星星想要闪闪发亮，小星星想要变得非常非常的闪亮。他很伤心，因为他不晓得该如何变得闪亮。他在地毯上滚动，但没有发亮。他从溜溜板上滑下，但仍然没有发亮。跑得非常快，但依然没有发亮。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变得闪亮的方法，但小星星不知道该如何洗澡。小星星想要变得非常非常的闪亮，于是他向妈妈求助：“妈妈，妈妈，能帮我洗个澡吗？”于是妈妈帮助了小星星洗澡，妈妈帮助了小星星洗了耳朵、鼻子、眼睛、嘴巴和头，还洗了他的肩膀、手臂、腿和身体。现在小星星变得非常非常的闪亮，它可以在漫长的夜空中闪闪发光。晚安。You can't catch me, Sharky.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